奇魂石抽卡，奈赖明日美，种族属性是光人哦，能力是 CD6 自选两个位置转心枪十字哦，且心兼具队员属性150%效果。虽说这个能力能辅助破双十字盾啊，但出于十字盾早已经进化成了属性十字盾哦，加上他的羁绊是杯水车薪的加康和队人的背狗，所以虽然他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转十字手段啊，但个人估计他也不会有什么实战价值就是了。我看我应该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吧。